晚你好，欢迎收看《民视晚间新闻》，抢先报，我是刘芳慈。首先带来关心这起社会消息：淳朴的乡村社区竟然发生了打爆眼球这种重伤害事件，发生在台南北门区三光里。好，有朋友平常会聚在一起喝酒，但是这回酒后起了口角，爆发肢体冲突。那么其中朱姓男子竟然拿榔头猛敲了被害人的眼睛，造成侯姓的朋友右眼重创失明。高雄市的连锁超市出现一名相当年轻的女贼，她都刻意挑选在凌晨时分假购物真偷窃。好，她的伎俩是先利用服务业这个热心的店员的把她支开之后，她竟然非常熟练的打开收银机，搜刮了上万元的钞票之后扬长而去。好，起人疑窦的是这名女贼，她怎么知道店家打开收银机的按键在哪里呢？那么警方不排除她对收银工作是相当熟悉的。桃园在11号晚间发生一起车祸意外，有对男女朋友走在斑马线上，但是被一辆高速左转的蓝色小轿车直接的撞上。好，其中女朋友被撞飞空中翻了一圈，全身好多地方都擦挫伤，但是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好，但是男朋友疑似气不过心爱的女友被撞了，他随即爬起来把肇事的汽车驾驶痛扁一顿。台湾地位未定论始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么今天台澎党党主席郑自财，他声援新版的课纲，也就是要把台湾未定论的观点直接放到教材里头。台澎党的干部也喊话，其实执政当权应该要承认正确的历史事实，才能让台湾成为真正的国家。好，体坛消息来关心的是30几岁这个年龄对于过往的网球名将来说，几乎是要退役的年纪。但是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蛮牛纳达尔，今年33岁了，但是他再度展现自己不受岁月影响的身手。最新他在 ATP 千分级大师赛的罗杰斯杯，只花了70分钟，就以6-3、6-0直落二的盘数击败了俄罗斯小将梅德夫戴夫，拿下了男单的冠军。那么他本人的大师赛金杯也来到35座，已经超越了瑞士天王费德勒。今天还有很多重要新闻，稍后广告回来带您一一关心。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的是，身兼国民党中评委的芦洲永联寺主委陈宏昌，他11号上午在永联寺发言的时候，公开的抨击自家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说他整天吃喝玩乐又抱女人。好，这样的公开批评也引发了党内的震撼。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今天召开了考纪会，会中全数通过要开闸陈宏昌的党籍。那么其中李乾隆就说，抱女人这种话真的不能乱讲，还说韩国瑜如果不提告的话，我看他也不用选总统了。好，韩国瑜现在面对党内的还有整合的问题。好，郭台铭跟王金平他现在会不会是合作的对手呢？他其实是不是跟郭台铭三个人要会面结盟呢？好，到底什么时候会登场？王金平今天表示说，现在讲这件事情还言之过早，但是倒是柯文哲他本人自信满满。好，他说这个除了再度的批评包含韩国瑜，另外还有蔡英文两个人说，不管是这两个人谁当总统，台湾的人民一样是过苦日子。好，另外他还说，其实呢，我自己出来选的话才是最好的人选，我的胜选几率是最高的。柯文哲这样的自信发言让柯黑战将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好听不下去，他说明明柯文哲的民调都是最后一名，怎么这么自恋，自我感觉未免太良好。香港反送中运动屡屡爆发警民冲突，那么昨天是在尖沙咀的时候，有一名参与示威的少女，她的右眼被警方射出的这个子弹给击中，恐怕会有失明的可能。好，香港网友现在群情激愤，抗议警方使用过度的武力，发起了警察还眼行动。好，大家从今天下午1点开始呢，号召民众塞爆香港国际机场。好，到了下午3点才短短2个钟头，就有上万名黑衣人聚集，瘫痪了入境大厅。那么，因此最新让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除了已经完成登机程序的离港航班，以及正在前往香港的离港航班之外，今天其余所有的航班全部取消。好，由于事发突然，也让不少台湾旅客措手不及。
由 We Care 高雄发起的罢韩，要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大游行，将在11月还有12月登场。那么有鉴于之前哦，常常申请场地都被拒绝，这次他们要申请大游行的路权呢，包含激进党还有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都前来力挺，强调说不管是程序时序都符合法令。好，人民对于是否不满的言论和自由有这个集会游行的权利。好，表示说韩市府没有理由再次驳回了。好，2020除了拼战总统大选，另外还有立委选举。那么在云林海线立委选举呢，民进党可能会阵前换将了。本来获得党内提名的前麦寮乡乡长许忠富，地方传言他改列不分区，好是由现任立委苏志芬来继续拼连任。好，许忠富跟苏志芬两个人继续在云林海线带斗笠来进行这种政治苦行的行程。虽然对此苏志芬他还是不松口，但是被问到跟张家班缠斗的心情，他今天感慨万千，在镜头前掉下眼泪。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新北市长侯友宜他上任8个多月以来，新北市民对他的信任度高达70%，那么施政满意度也高达70%。但是这样子的这个好民调呢，侯友宜他本人倒是很淡定，说不要让数字高低影响到情绪，只要认真做事情就好了。那么新北市议员更是不分蓝绿，说侯友宜他基层走得很勤，而且又接地气，所以民众满意度高，他们都不意外。宜兰龟山岛的海域上方哦，近期接二连三出现罕见的火彩虹。那么有一些巧合点，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正好是龟山岛第一次坍塌的隔一天，那么第二回出现火彩虹的时候则是台风来的前一天，第三次出现隔一天宜兰又发生了瑞士规模6.0的强震。那么一连串的事件也让民众议论纷纷。不过其实气象专家表示哦，这个火彩虹是由于云层上面的冰晶反射形成的，那么台风来的时候刚好是提供了水汽上升的动力，所以这是属于自然的现象。消防队员真的是什么状况都会遇到。6月的时候，我们听您报道过，台南有青少年因为好奇钻进了只有20公分的缝隙里头，让消防队员绞尽脑汁哦来营救。好，今天7:00多，在高雄又有民众发现25岁的邱姓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子卡在防火巷里头，而且他离地还有2层楼高的距离，赶快打119。但是这个巷弄太狭窄了，只有半个肩膀宽。好，最后消防队员是怎么营救他的呢？我们带你来看。